好，我们开始了。你们安全带记得系一下。系好了，早上系好了。好臭哦！到时候被警察抓。车上很热。没有啦，先开下冷气啊。冷气。送风还是怎样？为什么都不风？哦，对哦，冷气哦。风可以强一点吗？我处理一下。快点啊！冷气啊，我们冷气这个坏掉了，我帮你准备这个。这个什么要掉风扇？开大点，开大点。啊，这样两个怎么吹？两个，哎呀，一人一颗啊。你们感受一下，可以的。啊，那调小冷气，冷气。对啊，对啊，吹，加减吹一下。那啊，不然放音乐好了，音乐，音乐，啥音乐？喇叭嘛，我们这个喇叭。对啦，这个。喇叭。为什么是蓝牙喇叭？喇叭啊，我们车上喇叭也坏掉了，这个喇叭。顶级的，放在耳边比较清楚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不用车上的放啊？我们车上的也坏掉了，喇叭也坏掉，冷气也坏掉。对的，都坏掉。车哪里买的？车你真的很臭啊！很臭，你们戴一口不闻不知道嘛，闻了你吓到。什么东西？不是你这个车怎么那么烂？不要这样啦，我们大家都一起出来的。那个不是，我们大家加点一下。那你找我来干嘛？听不懂啊？你要去哪？哦，你要去哪里？不是啊，现在，这。不是啊，你把妹都吓跑了，你吓我们。这要载什么？我也不愿意啊。载他了啦，自己买啊，自己买啊，下次不要找他了啦。你们每次都搞这种事，买个车问题很多。好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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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トクスメラギトマク釈迦車体美券。我靠，美女汽车哎，十万块而已，加十万，这整个它那个曲线，我靠，那真的不得了，真的太夸张，太夸张了。啊，直接打电话，叔叔提的吧。好，喂，我刚刚在网络上有看到你们有一台那个什么叔叔提那台美女汽车嘛？啊，你说十万嘛？我确认一下，十万。啊，是跟网络上那个一样，就是很漂亮这样，长这样那样啊，然后大的，那个头灯，头大的，哈、啊，对了对了，就是那台啦，哈、啊，好啊，我等一下就人直接到现场就可以，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就 OK， 没问题就好，好好，我等一下过去，等一下谢谢谢谢，赞赞赞，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我是刚刚打电话来那个美女汽车吧？美女汽车。对啊，我这边是老姜汽车。老姜汽车。对啊。啊，我看网络是说美女汽车啊，没有啦，你看是姜啊，姜汽车。姜汽车，我想说什么美女汽车？我是老姜，老姜，老姜。那你要看什么车？有一台那个十万块那个 Suzuki 啊。啊，那台是不是十万嘛？没错，超漂亮，红的。我告诉你，那台卖掉了。啊，卖掉了啊！我看你们网络，我刚刚打电话来问他说。啊，我们现在没关系。竟然来了，我们还有另外一台也是红的。好啦，不然也是一样漂亮的车头灯。好啦，不然另外一台我看一下啦。啊，再二十万，二十。对啊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解释一下，刚才那个十万卖掉是泡水车，没关系，既然来了，先看再说。好啦，不然我先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混动红，现在最流行的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路上很多现在很多红色很流行？有，还不错。你看这车头灯，哇，哎，这个有大，这个有大，又大又亮，对不对？不错不错，好，这一台车整个连轮框什么都非常的漂亮，好不好？就这一台啦，二十万 OK 啦。二十万啊，你就是整个就是办到好啊？没有啊，办到好哦，你还有一些税金啊、保险啊、规费，大概办到好大概30万吧。三啊，你这样整个多10万，其实蛮多的啦。你第一次买车哦？第一次，第一次。年轻人第一次买车不知道，买二手车都这样，办一办加10万合情合理。加十万，所以30啊，办好是30，没问题啊。啊，你是现金要买吗？没有，我是贷款。哦，要分期哦。对，分期付款。那分期还有一些手续费啊、利息的费用哦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加一加，应该也是30左右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40啊！你这样加完还要40？不是，你听我讲，你第一次买车不懂，好，告诉你，好，这个银行你跟他办，对不对？他当然要收一些手续费嘛，办房贷也要啊，是是是，还要这个利息呀，好，费用加起来哦，大概是你第一次买车嘛，哈，好，之前没有跟银行借过钱嘛，对啊，你不知道，所以哈，你如果要分期弄到好。是40万，保证签一台漂漂亮亮的车回去，9出13归，合情合理啦。外面都是这样，我们算很低喽。好，外面都是啊8出16归，这个7出20归，我们没有，我们9出13归而已。好了，所以哦，只要总共缴完40万，就可以拥有一台好车。
四十啊！不要想了，不要想。好了，第一签约了啦，是蛮好的。签约，这回去麻子拔不完啊。那个泡不是啊，我说泡茶喝的时候会特别好喝啊。OK 了，四十还好了，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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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刚是有那个打电话来预约的啦，就是要看一台十万的嘛。哦，好像是 Focus。哦，这台啊，这台就在这里哦。哎呀，哇。焦点套，哎，怎么样？这台好像还行，十万而已哦。对啊，咋办咋办？十万，那我看一下这个外观，我看一下。你看，你看，尽量看哦，没有关系。这个有改，是有改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可以开门看一下内装，看一下里程。可以啊，看。可以哦。嗯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哇，这很屌哎。还不错哦。很屌哎。还不错哦。这坐起来，哎，不错哎。哎，这里程数。22万哦，哎呀，22万好像还10万块，22万的车差不多吧，对不对？好像差不多。我看到这个后照镜，看起来都蛮……哎，等一下，啊，老板，你这个下次保养里程为什么是58万？他不掉，不掉，不掉，这是啊，不是二十万，贴错，贴错，对哦，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所以是22万还是58万？22万，哎，我看这外观都还蛮喜欢的啦，但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事故车那些问题吧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这都没有撞到过，都没有撞过，都 OK 了。哎哎，等下，这个哎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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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这灯怎么会掉下来啊？只是螺丝没有锁好，螺丝没锁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整个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事，这锁上去就好了。所以是锁好就没问题了。对啊，你看我已经弄好了，对不对？好好好。那这个车应该不会漏油什么的吧？不会啊，我把车开出来。弄给你看，可以吗？那麻烦你看一下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等一下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这个这里怎么一滩？这漏油哎，这是油吧？这水啦，你看，我试给你看，这水哦。没事啊，对对对，这是水，水。同学，嘴都舔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事啊，对不对？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十万块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写写写写一写就好了。好，哇，这双 B 哦，老板这可以啦，这我都看过了啦。对啦，这车没问题，放心。啊，没有被撞过啊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车都没有。啊，怎么价钱怎么算？价钱呢？哦，价钱我拢是固定。我来讲，我送你一罐物件，这一定让你物超所值哦。我送你啥呢？大包。电风翼、侧裙、尾翼，吼，尾翼就是愈大机愈好嘛，吼，你出去才会怕，盖落大爆了，再起来出去，起来看到就打你，所以我要送你格子，好较乌的，好人看袂到，你内底要做啥物歹代志，无人知影。啊，倒来，就送你一个包膜，全车包膜，全车，嘿，全车拢来包起来，吼，因为安尼包膜了，石头断掉拢袂去伤到。哦，你看安尼大包，啊都。格子啊，这样你上起来哦，一定几十万的啊。好啦，对哇，你免烦恼啊，对，所以你看哦，车价比我，所以我刚刚上一上去十几万啊。那 CP 值很高。对，所以免烦恼，呀，来这里坐啦。好啦，对对对对对，坐下。走，我们去叫车，车都帮你弄好了，你去看一下。啊，那也塞哦。对啊，这一哇。哇，电风翼，对啊，电风翼，哇，都有侧裙哦，进气口，系啊，连出不进马屋，哦，一跑拉力的时候，这些拢连起连开，空的这边啊，旁边的侧裙，哇，电风翼，黑马屋，这是 lucky， 是袂 lucky， 你卖三箱紧的袂 lucky 啊，有咧三箱紧的飞起啊，啊飞起安怎？我都做机油哩，哎，你落山好了，啊，都来，哇，无敌铁金刚战斗尾翼，这是袂歹啊，啊袂 lucky 哦，我有讲过卖三箱紧啦，只是他开的话 lucky， 我都做机油哩，都会使变形。哦，这盖会较短，哇！阿老师，哇！全车拢来包膜，你看到哇？这你看还倒啊挂哇，拢袂去伤到你的车。啊，你看到这哦，哇哇！最新热门的那个金钻，知道？最顶级的。好，你即摆看呢，是还袂搭，但最搭就好呀。啊，抗 UV。哦，这什么都抗，对，抗紫外线，抗人家看进去的，什么都可以抗，最厉害的。啊、不要等大了，大力掉头啊！嘿，大力掉头啊！嘿嘿嘿嘿，对对，你放心啦。哦，这是要安怎？啊，你哦，买这个40万，四十啊，就是啊，网络上不是看看十万？他说包好就是40，买全新十万，他妈那么贵，买新车就好嘞。啊，你这个头灯怎样？
它会掉下来啊！它照来照地板了，不是就锁起来了、啊？这个有，笑死！它这个有嘞，肉有。我去炒菜。不是，那你那个，你那个什么大包？你这什么东西？我们都比较大包，你这大包定功率啊！啊，定功率这样弄啊！在那里啊？他怎么开那台？交车？那、啊、我们不是要载他出去？那我干嘛买？啊，他交车了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嘴破嘴吵，哪好听啊？哦，不是，啊，网路购车应该要特别注意，慎选车商，注意合约登载清楚。是否为事故车以及泡水车，还有要注意过高的贷款利息。小事汽车关心你。Can't stop.